只有信仰可不可以移民美国？还真可以，美国专门设计了一个 EB4 的宗教移民，只要你在国内教堂完成相应的宗教课程，成为一位合格的牧师，就可以通过申请 EB4 去美国了。并且这个绿卡每年有10000个名额，没什么人申请。你有病。但是你必须是一个给人答疑解惑、开导人生的合格牧师。不止如此，去了美国还要继续攻读宗教类学校，并且宣布终身全职。所以你觉得这种方法适合你吗？